吼，伊全身一片乌。我有一话想我是想要做事情啦，常常三年就回世人，老公念煞不必，无千分钟维持一三年，好话怎会要在那共过年？生三无片维持生活，我无有囝受苦处，心中难免不忍一心。所以做一个义工，肩负上件事，希望三年一好玉事业到位，往真正多所在求取功德，若是可以以药养命，希望顶着老娘亲不再受苦过日。但是嘛，三年一好，病情难熬，我看到母亲每一天这么这辛苦。我也不忍以心呀，所以淡薄思绪在别来，用个所在，一个人相阿练对故乡，万幸全员家境良好，至今中爱相迎，不能使我过着好日子，难免心中手画暗，怨气。Oh,